家好欣赏你哋啊，即系有时我成日都系咁谂啦，香港人、中国人多啦，呢度可能唐人街都多人啦咁样。你眯埋眼咧，攞个银啊，掟唐人街啲人咧，都玩街又好啦。你掟到佢咧，多数都唔系基督徒嚟嘅，系咪？即系我哋嘅嗰个比率啊，基督徒好少人数啫嘛，所以你眯埋眼掟唔到啊。但系咧，我哋而家就喺教堂里面，个比率嘅好微噶，神嘅恩典拣到我哋，真系你真系执到噶。而且唔单止系咁啊，信主啊，信主你眯埋眼掟信主人啊，冇一个星期六嘥时间嚟听圣经噶。即系你哋真系神，你话唉，我好敬虔嘅，所以唔系噶，系神恩待你噶，神呼唤你翻嚟噶，救咗你，救咗我哋，然后叫我哋有机会睇圣经，肯去学圣经，系神嘅恩上加恩嚟嘅。系都好感谢神啊！你大家喺呢度，真系唔系咁多人星期六得闲咧，系。你话，陈牧师好耐冇见佢，边有咁嘅吸引啊？其实唔系嘅，系神嘅说话令到你哋系愿意翻嚟。见到团长啊，咁样我都好开心啊。系啊，见翻弟兄姊妹。刚才咧可能有啲系上昼未曾嚟嘅。我出边咧，即系俾我有少少私心啦，师母吓，我都要介绍下我而家嘅机构啦。我机构系明道社，系。创办人咧系邝炳超牧师同埋阿张慕海牧师，咁即系你听佢两个招牌咧，知道我哋系讲正路嘅嘢嚟噶啦吓。咁咧就主要系讲圣经嘅。呢出面咧有好多摆咗呢类咁嘅，呢个系51期最新一期嘅。我想讲多两句，因为我横掂我都唔逼噶啦，系咪？刚才阿多数话你哋可以大把时间坐啊，其实我心谂问咩大把时间坐啊？我成日继续啊企喺度噶嘛嘅。咁咧就既然我咁辛苦你，即系。俾少时间我做下我啲私人嘢啦吓，呢个系51期最新一期嘅，我觉得有咩特别咧？就系我即系我中文系唔得嘅，我系成日打咗英文咧，我啲童工帮我翻译做中文嘅，咁所以写得好咧系我的童工嘅，佢即系文笔咗好。呢度咧我系我打，然后我讲嘅，因为我发觉呢几年咧，我去香港讲崇拜又好啦咁样。有好多所谓灵恩派嘅弟兄姊妹咧睇圣经啊，所以睇到呢篇咧，全部都系讲灵恩派嘅弟兄姊妹佢点解要嚟明道社睇圣经？举例五旬节圣洁会啦、神召会啦、四方福音会啦。如果你即系稍微认识咧，四方福音会咧系Four Square Church 啊，你应该唱过佢嘅歌噶，有只歌 Majesty。唔系佢个主，主席作嘅咯，嗰只诗歌系。我哋觉得佢系灵恩派，但原来喺灵恩派里面咧，有啲弟兄姊妹咧系开始睇圣经啊。咁你话你讲嚟做乜啫？我哋又唔系灵恩派。我想彼此激励啊！灵恩派嘅弟兄姊妹已经睇圣经啦，我哋自己话自己系福音派，又话尊重圣经嘅，都唔睇圣经，冇 face 噶啦。即系讲唔掂啊，系我哋走去学人哋灵恩，你灵恩咧睇圣经啊，个潮流系应该咁翻转头噶，唔系我哋走去佢哋嘅。咁我希望你攞嚟睇下，明白我特登拣咗咧唔同嘅时段啦。我哋有嘅季刊啦，咁你知道我哋嘅侍奉咁样，咁都希望你睇下我哋啲书啊，上个 Facebook。如果你年轻嘅咧，就而家唔年轻都用手机噶啦，系咪？你想揾明道社有限公司，咁你就可以 like。拉咗之后咧，你见到我哋啲嘢，咁唔该你见到我的样子出嚟嘅，咁如果你挂住我，你可以上去睇下，有时有片段，有时系有相嘅啫，咁亦都有时咧系讲减价嘅消息，同样咧呢度有张咁嘅线嘅嘢咧，打开啦，后边介绍我哋呢个好特别嘅研经丛书，我唔嘥时间讲啦，我净系讲几个作者，你已经知道唔系差噶啦，有邝炳超博士啦、孙宝玲啦、冯任坤啦。王珠伦啦，系吴传人啦，全部都系帮我哋写嘅吓。咁出面嗰啲咧，台面上面咧有咧，请你攞，特别系唔系播道会嘅弟兄姊妹，你麻烦你帮我拎翻你教会，俾你嘅牧者，俾你嘅传道人，或者你哋嘅弟兄姊妹认识下我哋机构。我下边个 gift 咧，个台下边嘅 gift 仲有嘅，我有存货嘅吓。我唔想拎咁辛苦拎嚟咧，
然后又拎翻翻香港啊，咁你即系帮我拎翻去。你话我教会冇咁多人睇圣经嘅，唔紧要啦。你有弟兄姊妹嚟噶，过境嘅时候你咪俾啲佢咯，帮我好过我拎翻去或者摆喺呢度嘅堆填区，系咪？我就唔好想啦。OK， 高伯就咁多啦，我哋可以讲翻圣经。今次咧真系请你揭开二章十四节。刚才我哋已经开始同大家讲咗啦，系记得嘛？考考大家，我唔再问大家啲地理问题噶啦。如果你喺第二章十三节 cut 咗佢，你应该黐落去就系几章第几节啦？第几节啊？好嘢喎，吓，非常之好。系嗱，咁而家咧，我哋就睇中间嗰嚿啦。二章十四节，刚才我同大家已经开始尝试先偷步做咗二章十四节咧。我揾翻我嘅笔记咧，二章十四节咧，新汉语译本系咁译嘅。他时常在基督里带领我们这些作俘虏的，走在海船的行列中。我哋嘅和合本咧就唔系咁译嘅，我哋嘅和合本咧就二章十四节，正感谢神。他在基督里咧，常常咧点啊？率领我们系咪啊？然后跨性冇咗个俘虏嘅字嘅，咁新汉译本咧将刚才我同大家讲过嗰个罗马兵打赢咗老咗俘虏嗰个场景咧，引入去佢翻译，所以佢就话：他时常在基督里带领我们这些作俘虏的，走在海船嘅行列中。香港兴呢句说话叫吊诡啊！呢个咁嘅讲法都几吊诡噶。佢系带领，但系我哋做俘虏，但个行列咧就是海船嘅，系即系赢就赢啦。不过就唔系我哋做侍奉嗰啲人赢，唔系我哋做基督徒赢，系我哋嘅首领佢赢嘅。系我哋俾人点睇咧？闻到我哋臭味唔紧要，识闻嘅咧就知道几多万啦，记唔记得？几多万买翻嚟嘅手袋？20万系啊，米兰啱先翻嚟嘅，系唔识闻咧就当佢系 A 货，系由得佢啦。差唔多系咁意思。好啦，第三章，刚才我哋讲话，唔通我又要再战信咩？保罗话唔使啦。啊，呢度我觉得真系比较慢慢地睇，因为咧，保罗所写嘅嘢咧，我嗰阵时同大家讲过啦。我话我当时读神学咧，点解读新约咧？我谂住快啊嘛，系咪？新约咁薄，一阵间读完啦，系咪？咁点知读完读睇新约嘅时候咧，发觉咧，你要睇旧约嘅。即系仲耐咗，所以即系尤其是保罗，佢失惊无神，佢同大家讲旧约嘅，正正呢度已经系啦。刚才上食饭之前，咪同大家讲话佢讲比较摩西嘅，佢而家咪比较摩西咯。你试下睇下第十六节啦，第二章十六，对唔住，二章十六节系。你见唔见到有个字？这次谁能当得起呢？系咪？有冇啊？最尾嘛，就作你活的香气，这是谁能当得起呢？摩西喺出埃及记讲过咁说话嘅，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啊。当神揾佢做嘢嘅时候咧，佢话我不能当。开始你就明白啦，所以去到第三章咧，你见到佢话我呢封信唔系写喺石板上噶，你一谂起旧约，谂起石板，你谂起边个啊？摩西啦，系咪啊？打烂第一块，跟住再整个第二块，系咪？佢话我哋唔系写喺石板上嘅，乃是写在心板上啦。呢度我哋睇和合本咧，系写在心板上嘅。事实上咧，新版嘅意思系啱嘅，即系相对，即系话嗰封信咧，摩西写嗰啲嘢咧就写喺石板上嘅板块，我嘅侍奉咧就写喺心上面，个意思系啱嘅。但系除咗意思之外咧，我都留意个字啊。其实佢唔单止净系讲心板上啊，写在肉心板上啊，有个肉字嘅希腊文，个肉字咁巴闭啊，个肉心就唔同啦。有边度讲肉心嘅咧吓？有冇人记得？除咗牧师传道之外，吓、
咁好嘢嘅你，啊，你几时做咗牧师传道啊？系咯，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至二十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新灵放在他们里面，从他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哎，哦，又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保罗说，哥林多人啊，你们是神的子民啊，你们有肉的心，你看不起我啊，觉得我坎坷啊，觉得我做大使徒竟然这么差，被人捉被人打，我样不好啊，我说的东西不够先进啊。你明唔明白啊？我侍奉远比写石板上嗰个摩西更加荣耀。我哋呢个系新约啊，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啊。刚才食饭之前讲过，不是凭着写落嚟嘅律法，乃是凭着圣灵啊。我哋和合本译叫精义，应该买和合本新译本或者揾新汉译本。保罗话：记唔记得我呢个新约？就唔再系石板嘅心，亦都唔需要人哋逼佢教佢点样顺从神嘅说话噶啦，唔系惊律法噶啦，而系点啊？俾佢个肉心，然后咧佢哋会顺从我嘅律例啊！刚才我同大家咪讲保罗话，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嘅。嗱，首先我哋先睇下新约先，然后再同大家睇执事呢个词语。新约又考下大家啦，如果我问你圣经问答比赛游戏，喺旧约里面边一节讲到新约噶？圣经问答比赛游戏呢嘢最好噶。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由大家另立新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好容易记，卅一卅一，系咪？卅一章三十一节，咁你明白啦？我哋嘅主话呢、这个杯系为我立新约所流嘅血，系啊？几时叫咗新约啊？因为有个旧约里面讲啊嘛，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嘅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耶利米书就话。旧阵时系拉住佢哋出嚟嗰个，即系摩西嘅时代咧，嗰个约。而家我重新再帮佢立嗰个约啦，读埋落去啦，三十二节，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三十三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嘅律法放在他们里边，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刚才读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至二十节，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以西结同样在三十六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再次讲过一次，我要赐他们一个新心啊，新啊，留意啊！将新灵啊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肉心，赐你们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啊！保罗喺哥林多后书讲嘅话，我嘅嘢写喺你哋嘅心上面，嗰个心上面就系写喺你哋嘅肉心上面啊！保罗话我做嘅侍奉，点解我觉得咁沙尘劲过摩西啊？因为我做嘅侍奉正正系耶利米同埋以西结书所讲将来日子将到要做嗰个侍奉啊！个弟兄姊妹啊，睇清楚啦，唔系睇外表嘅，系啊，摩西外表有荣光啊。你话我觉得冇荣光，我讲俾你听啊，我嘅侍奉啊，摩西个荣光啊，同我侍奉一拍埋啊，冇得挥的。佢系自居啊，自居叫人死嘅。啊，讲到荣光嘅第三章第六七节开始，即刻讲荣光喎。我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嘅即时，嗰个咁嘅即时仲有荣光。咁点啊？唔通我个仲渣噶？第八节啦，
何况啦，属灵的，即使佢呢度讲属灵，唔系话你出面街搵钱，你翻工朝九晚五咧，呢个属世。我哋喺教会里面咧，教会人工我咧系属灵，唔系咁意思啊。佢比较紧，仍然系摩西嗰段时间根据律法嗰种咁嘅生活，同埋而家咧，耶利米先知讲话新约俾个灵你嗰个咁嘅即时啊。正话我咪话先同大家讲新约，再讲执事嘅。执事呢个词语其实就是即时啊，呢句咁嘅词语咧喺和合本咧几次出现喺呢大旧里面，三章第三节，藉着我们修成的或者写成的呢、这个字就系 minister， 藉住我哋嘅服侍。三章第六节，佢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执事，执事呢个字咧，新呢个本亦叫仆役，亦都系服侍。三章第七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即是同一个词语亦叫修成执事即是第八节何况属灵的即是第九节定罪的即是清义的即是四中第一节我们既然蒙了灵敏受了者即分所以我觉得这大旧里面呢保罗是讲紧神赐给他的工作 ministry是讲嘅即时，呢、这个大旧嘅经文咧，即系我哋讲话胶纸剪咗之后粘咗之后，中间一段经文咧，就系、是、保罗话：其实我做嘢唔差噶嘛，我嘅侍奉唔系差嘅侍奉啊，点解我啲仔女睇我唔起啊？我教会我带佢信主，栽培呢间教会，摆时间喺度，我走咗冇几耐，竟然睇唔起我，佢睇外间嘅嘢，点解你哋做啲咁傻啊？你睇唔明白，我而家嘅即时事实上比摩西嘅即时更有荣光咩？摩西有荣光，你知唔知点解摩西有荣光啊？保罗喺哥林多后书三章第七至第十八节咧，你睇落去嘅时候咧，你又唔好过去讲紧旧约嘅喎，事实上佢系讲紧旧约喎。旧约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廿九至三十节，正正系讲摩西有荣光。嗱，我读三十即系摩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廿九至三十节俾大家听下。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这个29节34章29节阿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然后我们看保罗的哥林多后书三章第七第九节若是那使人定罪的侍奉有荣光那使人清义的即是侍奉的荣光就越发大他比较啊。三章第七节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侍奉尚有荣光以至以色列人你有没有留意他讲的说话以至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那渐褪色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面啊。咪讲嘅出埃及记三十四咯，阿伦和以色列人怕光啊嘛。佢话以色列人咁惊嗰个光，其实保罗唔系讲话渐褪色啊，直情系废色啊，喺新约之下完全甩色啊。即系话摩西劲啊，挂个荣光，劲到以色列人唔敢望佢噶，系咪啊？不过。我哋嘅侍奉仲劲，因为我嘅侍奉一拍埋摩西侍奉嘅荣光上面咧，摩西即刻退色嘅，甩色啊，无效 ，invalid 个词应该 invalidated， 冇再冇功用啊。所以保罗话：你明唔明白啊？我嘅侍奉远超过摩西啊。跟住话，点解你哋唔明白咧？再讲下边啦。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三节第十二节我们既有这盼望就大胆讲说然后去十三节了不要好像摩西了他开始他根本就差不多说摩西呢怎样啊将帕子蒙在面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就真的没了他的光迟早都玩完的但是他都要用块根呢拍子呢粒住啊。他说摩西这不是讲的时候摩西几时用块根粒住啊旧约去回出埃及记三十四章
29至35节咯。你翻去睇就知啦。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遭诅的结局，就是正正是讲摩西摩西几时向耶和华就没有盖帕子，几时出来同啲人呢就盖住帕子，记唔记得啊？入到会幕见耶和华神嘅时候，佢就可以将个帕子离开拎开。出翻嚟嘅时候，因为啲人话顶唔顺佢光啦，出翻嚟嘅古仔就话佢向住嗰班以色列人嘅时候咧，就笠住个帕子。以色列人要求噶嘛，佢话太光啦，摩西，你唔觉啫？我哋顶唔顺啦，唔该你讲嘢嘅时候笠住个帕子啦。摩西同佢讲嘅时候笠住帕子，入到领受神嘅说话嘅时候咧，就可以开住帕子向住神啦。嗱，呢个讲紧旧约。保罗喺中间喺我哋新临后咧第三章咧，佢就讲新约咯，留意啦。临后三章十四节，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我哋和合本就咁样。呢个咪中毒啊？中毒旧约的时候，呢、这个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啦，真系要留心啊！我知道而家食完饭饭起攻心啦，我已经见到你啲身体语言咧都话俾我听系噶啦，但呢度真系要好小心，即系因为保罗讲紧摩西嘅图画啊嘛，出埃及嘅幕啊嘛，有个摩西，有个帕子嘛，笠住块面啊嘛，保罗失惊无神讲翻去而家同哥林多后书嗰啲人讲佢哋嗰幕。佢哋又有摩西，又有帕子嘅，不过我哋睇和合本睇唔到啊。直到今日，中毒旧约嗰个词语唔系中毒旧约啊，佢系中毒摩西嘅时候。摩西五经啊，就系旧约啊。所以摩西喺嗰个时候出现咯，旧嘅时候出现过一次，仲有啊。有个帕子记唔记得啊？帕子出埃及记系笠喺摩西块面上面噶。而家佢话而家呢班人咧，以色列人咧，仍然有个帕子啊。不过帕子系当佢读摩西书嘅时候，笠喺边度啊？笠喺佢哋嘅心里面啊。使你话唔受心，保罗好似做紧我都唔知呢个咩叫做游远睇操咁啊，弹来弹去啊，讲紧出埃及记34章。突然之间，佢又讲翻你哋而家嗰班以色列人，明明系摩西，佢总系变咗摩西经；明明系帕子笠喺摩西块面，佢就话帕子摆喺佢哋心上面啦。佢想讲咩啊？佢就话：你知唔知啊？我哋嗰班以色列人咧，蒙住个心睇唔清楚基督啊。跟住佢就话：记唔记得摩西几时唔使淋帕子啊？佢讲嘅十五节，直到今日，每逢中读摩西书的时候啊，帕子仲喺佢哋心上面啊。不过咁样，但系佢哋嘅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几时就除去啦？几时先睇得明旧约啊？几时嘅心归向主？你觉唔觉得呢一幕似摩西出埃及记34章啊？梗系啦，圣经话摩西几时入对向住主嘅时候就点啊，就可以除帕子啦嘛。保罗话我咪同你解紧旧约咯，所以你哋班人唔肯信耶稣，几时你嘅心揾到耶稣基督嘅时候，你就睇得清楚噶啦，就唔再蒙查查嘅拎开帕子嘅，睇圣经睇得有味道，明白啊。跟住佢讲一句，我哋呢班福音派嘅惊惊地嘅，但系唔使惊嘅，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他说摩西那个就是石板上 that which is written 写的那个执事那个即事啊。我们新约的信徒所出来传讲下个礼拜你讲的福音呢，是圣灵的即事，是属灵的，质地完全不同啊，靠的工具又不同啊。佢嗰啲系写喺石板上用墨水写成啦，我啲唔系写喺肉心板上，系用神嘅灵写成噶。几时向住嗰个灵咧？几时就有 freedom 啊？就有自由啊？唔再俾帕子笠住啊！
我唔系叫你走灵恩派，系。不过我好怕我哋信耶稣嘅人，特别睇圣经嘅人咧，惊圣灵惊得好紧要。其实如果中意睇圣经嘅，有边个讲嘢 logical 有道理、字眼重，劲过保罗嘅？冇噶，最劲嘅保罗嘅，约翰，约翰又好亲近耶稣嘅，挨佢嘅胸膛嘅，又好感性嘅，系咪？路加就写历史嘅，系咪？保罗咧劲啊，冇血嘅呢人，有血都系蓝色嘅，可能唔系啊。保罗唔系劲咁噶，保罗你翻去睇佢，无论罗马书又系加太书后，讲完律法咧，下半句讲咩啊？圣灵噶啦，佢大致上即系话抌咗律法都唔紧要啊，惊咩你？冇律法点做人啊？大把罗马书第六章咪咁咯，哇！冇律法，而家唔喺律法底下，喺恩典底下，咪可以犯罪咯，咪乱嚟咯，断乎不可。六章第七章讲完律法之后，你翻去 check 下罗马书最多出现嘅次数嘅圣灵喺边一章？第八章22次，同上一章圣经第八章，突一声唔见咗律法，律法去到第七章呢个字咧最多出现。加太书都系喎。讲完三章加太书第四章以后开始咧，唔好顺从肉体，顺从圣灵。佢话律法就好似等于你嘅菲佣咁样，即系咩菲佣啊？管住你，姐姐管住你，等你阿爸阿妈翻嚟嘅时候先炮制你，都系咁样啊。佢话而家阿爸阿妈翻嚟啦，唔需要阿姐姐管住啦，阿爸阿妈会带领你啊，差唔多系咁啊。基督嘅灵在你心上面，你就属于他的了。所以保罗到第三第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尾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们的侍奉啊，你知不知道被人得到自由的。我们的侍奉啊是新一代的侍奉啊，新约啊，全新啊，而且一个新呢迟下他会用啊，在第二啲书上圣灵的更新啊，即是等于罗马书十二章呢，心意更新而变化。保罗话唔系靠你自己读书更新噶，唔系靠你攞多个 degree 去更新噶。你个人系咁，不如靠咩啊？靠圣灵去 renew 我哋噶。迟下佢会讲嘅，我哋嘅外边嘅人咧，外边嘅身体一日一日坏，系咪啊？你如果我攞个测金属器嘟嘟嘟嘟，你嘅膝头哥咧有几个可能嘟嘟嘟嘟喳咁样噶，系啊，换咗膝头哥噶啦。我哋嘅外体系越嚟越坏噶。不过他说我们里面的人呢有圣灵是 renew 的，越来越更新的。应该会看到他了。来到这里的时候，保罗就是三章第十七，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基中人既然躺着，那次没犀利啩，躺着念向着主，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可以从镜之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佢话咁样，我哋系咁样嘅生活噶，我哋系呢派咁嘅人嚟噶。弟兄姊妹，哥林多人唔好凭外貌睇啦，知道我哋向边个服侍，知道我哋服侍嘅质素，咁你有少少傲气啊，唔使咁惊，因为我又唔系 Stanford 毕业，冇资格讲嘢，唔系靠呢啲咧，系靠我哋嘅主嘛。你相信吗？如果你令到他能够认识基督的时候，他人有自由的。我想我们个人都经历过的。有哪个是研究了全本身旧约之后才决定信主的？举手。没有的。有哪个不是因为你信了主之后开始看圣经，是的，又有文有路。这句说话明明是说我督口督鼻。信了耶稣之后看圣经容易明白的。不信主之后之前呢，个拍子摆喺心里面嘅睇唔明嘅，所以我唔系话唔好嘅上福音班唔好嘅，唔系呢个问题，讲紧嘅系个客啊，圣灵呼召我哋个客啊，眼睛一开咗之后咧，睇嘢清晰咗，好多人信咗主唔使好耐啫，佢就知道呢世人咧好应该侍奉神嘅。在座当中可能有人噶，后生嘅时候决志嗰阵时唔系识好多圣经嘅咋，新旧有几多本都唔知噶，
不过佢话我睇得明啦，呢个主咁爱我，我呢世人之中冇其他人应该可以摆上我生命噶啦，我就跟佢啦，就系咁啊，唔系计你浸咗几耐噶，系计你系咪向住主啊？记住摩西嘅动作啊，保罗嘅动作就系、是、几时个身体朝向主嘅时候，几时就有 freedom 啦，就唔使笠住块面啦。我哋人生当中成日都想攞 freedom， 想攞自由。我哋想攞我哋嘅自由啊，不过我哋要将个身体转向主。佢哋嘅心几时向主认识基督咧？几时个拍子就可以除掉？好似唔关我哋事嘅经文咁旧，但系原来有咁大嘅道理，帮助你同埋我喺人生当中咧认识清楚我哋嘅方向。跟住继续再讲啊，未完嘅四章第一至第六节啦，所以去一路三章一路去到第四章第六节嘅。不过你留意啊，四章一至六节咧好多词语咧，同前面咧好接近嘅连。连个拍子嗰句都仍然用翻噶，不过你见唔到啫。四章第三节，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人的身上。如果我想问下你啊，蒙蔽呢个词语啊，喺上面第三章最可能系边个词语呢？吓，因为我哋唔读希念啊，冇办法知噶。我哋唔需要希念咩，搵个好啲嘅译本就已经知啦。蒙蔽呢个词语就吸住块根啊，咁记得啦吓。第三章咪有拍子蒙面嘅，原来啊，拍子蒙在面上，三章十三节，这拍子还没有揭去，两次揭去又系拍子嘅字，不过系拎开拍子，所以三章十四节有两次拍子呢个字，三章十五节这拍子又出现一次。三章第六十六节拍子又出过一次，跟住咧十六节话躺着念，亦都系将个拍子拎走，咪躺住念咯。好啦，蒙蔽就是拍子吸住 ，perfect tense 就系蒙蔽啊。所以保罗不停咁用个拍子同大家讲，系有啲人睇唔到我啊，唔知道我啊，佢哋笠住块拍子咯。嗰啲闻唔到我啲香味啊，佢哋死人咯。没人就闻到好味，有眼光的人知道我是米兰买回来二十万的袋，没眼光的人觉得是 A4， 是那些人看不明白什么，因为他们未转向基督，你们转向基督啊，你们要看得明白啊，不要学出面街的人。来到四章一至六节的时候呢，他重新将二章十四节开波这个大段里呢重新再温习一次。来看留意一下字眼了，四章一至六节佢话唔行诡诈，唔谋称神嘅道理。呢句说话佢喺二章十七节讲过噶。我们唔像好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啊。四章第二节，佢话好喺神面前把自己贱与各人嘅良心。去到二章十七节，佢先前讲过噶。我哋唔混乱神嘅道，点解咧？因为我哋喺神面前凭住基督讲道。最后四章三节，如果我哋嘅福音蒙蔽系蒙蔽喺灭亡嘅人身上，诶，佢之前讲过啊，不过用第二个图像。二章十五节，因为我哋喺神面前，无论得救啲人身上或者灭亡嘅恩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气，在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气，叫他死。所以四章十一至六节重新再去将佢二章十四节唔同嘅图像咧，用第二个方法描述一次。佢话明唔明白啊？咪有得嗰啲人弹啦，你唔好跟佢哋啊嘛。好多人批评紧我保罗啊嘛，佢哋想笼络你啊嘛，想跟佢嘅世界嘅方式啊嘛，睇佢嘅价值观啊嘛，要佢啲叻啊嘛，讲嘢好啊，个人样好靓啊，衫又好啊，出身又好啊，总之佢哋系巴闭晒。佢想你哋跟晒巴闭晒佢嘅价值观啊嘛，佢话唔好啊，你跟我嘅价值观啦，佢哋嘅价值观行唔到过去将来嘅世界噶，我哋嘅价值观先系啱嘅。睇下第四章第五节啦，我们不是原不是全自己啊，佢话我使乜咁巴闭啲人点睇我啊，我使乜咁紧张
啲人一定要称赞我啊！点解啊？因为我哋传耶稣基督为主啊 ，Jesus is Lord 啊嘛。我哋嘅传嘅 message 就系 Jesus is Lord。既然系 Jesus is Lord， 几时轮到我做 Lord 啊？几时轮到我压制我啲群羊啊？几时轮到我话事啊？做当家作主啊 ？Jesus is Lord， 佢先系主嘛？呢个系我哋嘅 message 嘛？我哋传嘅嘢嘛？唔单止系咁样啊，仲有一个弊，仲有一个副作用啊！既然佢系 Lord， 咁我哋系咩啊？太上皇啊，皇上皇啊，我哋咪仆人咯、啊。今日下半段讲嘅，因耶稣基督做你哋嘅仆人啊嘛，咁样去服侍噶嘛？你估我哋真系要为自己面上贴金啊？我哋咩款我哋唔计价，我哋系做仆人嘅咋？哥林多人啊，唔好出面街咁样谂法，唔好出面街人咁样睇法啦。佢哋以为醒目嘅先可以做咯，系啊。不过醒目个系一个啫 ，Jesus is Lord。佢话我哋明白啦，嗱，吩咐光从黑暗照出来嘅神已经照喺我哋以前都系咁蒙蔽噶，我啲以为要醒噶，一定要威噶。不过原来唔系我哋威啊，系神威啊，而且唔系我哋嘅荣光啊，神荣耀嘅光啊。所以佢话哥林多人啊，嗰批人。逐渐逐渐将你拉远离开基督道理的中心啊，离开你们要传扬那个主啊，他才是主啊，不要跟那班人啊，不要跟他的世界观。这是第四章，跟着他讲一句说话，我们个个都熟的，又是金句，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是不是啊？咁句啦，我曾经出个问题问我哋啲精读团契嘅，我就话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个宝贝代表咩？瓦器代表咩咧？咁样我而家唔敢再问你哋啦，因为问完之后咧，个人都唔同嘅答案啦，有啲人又唔服啊，又剩啊，咁即系搞到全糟嘅。嗱，我刚才同大家讲过咧，喺呢段经文里面咧，有好多个即时呢个咁嘅词语嘛，系咪啊？我嘅采取嘅方法就系咁样，我觉得呢段经文咧，保罗系讲紧即时个服侍嗰个 job 啊。佢话我哋系瓦器，但可以装宝贝啊。我哋咁渣嘅人啊，竟然可以做咁劲嘅 job 啊！我觉得个文气就系咁样咯。所以既然我哋咁渣嘅人装咁气嘅咁劲嘅 job， 做咁好嘅嘢，咁我哋就唔系在乎我哋咧出于神。不是我哋自己，所以我哋点衰唔紧要啊！你见唔见佢留谂留意佢啊？我们有只宝贝放在玉器里面，系咪咁讲啊？我们有宝贝放在瓷器里面，系咪啊？都唔系，佢要拣个最衰嘅，有个道理啊！如果个瓦器可以装宝贝，如果我哋呢啲咁嘅人。都可以吸引到人哋同人讲福音信主，咁你话系我哋劲定系福音劲啊？福音劲啊！我有个朋友啊，我同佢读大学嘅时候，我同佢 pair pair 啊，敲门去传福音噶。嗰阵时跟道行会学噶，敲门传福音嘅时候咧，我自问我个口才系高过佢几皮嘅，吓、唔知点解嗰个朋友你咁样讲一轮，揸住观四律啊，福音桥咁样。信唔信耶稣啊？佢咪信啦，一齐祈祷咁样啊！我真系服咗啊，真系噶。中国人又系，鬼佬又系，都系咁噶，真系好得意啊！我明白开始，越老咧越容易明白啊，唔系我哋自己嘅能力啊，系福音嘅能力啊。神用你嘅时候，瓦器都可以装呢个福音宝贝啊，都可以装呢个即时。保罗就话：如果你明白呢点咧，你就唔介意人哋点讲啦。如果明白呢点，你就唔会跟风跟得佢咁紧要啦。你明白吗？睇唔睇中自己嘅身份啊？甚至佢开始越嚟越讲啦，第八节开始。不过我唔会用时间逐段读，逐大家睇由八节开始睇下佢讲几多衰嘢。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至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我记得阿苏 Sir 曾经讲过度嘅，讲过呢度嘅，系，所以我唔够胆喺佢面前再讲噶啦，系咪？你翻去再听翻佢影带，你就知啦。如果唔揾唔到，你落去买得噶，应该仲有带埋嘅，系咪？
身上带着耶稣的死。记住啊，我觉得保罗的侍奉的 model 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人生。其实很简单，很清楚明白的，不是什么深奥的。他说我的主都是先死而是生，所以呢他是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死，然后第二段才说耶稣的生都在我们身上。与主同死同活了，十节、十一节、十二节都是这样。所以既然是这样的时候，他说我不理我们怎样啊，这个我本人不是问题啊。十三节记住这句说话了，但我们既有信心，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我觉得这里有点难明的。如果你看新的译本，我刚才跟大家读和合本嘛，我读和修本给大家听。但我们既然有从同一位灵而来的信心，再读回和合本，但我们既有信心，咦，个灵去了哪里？同一位在哪里？新汉语就咁啦，经常继续说我相信所以说话，我们既然有着同样的信心。所以保罗讲紧唔系讲话我哋有信心啊，而系我哋有同样嘅信心啊。同边个同样啊？同讲说话嗰个同样咯。讲说话嗰句系咩啊？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呢句旧约嚟噶，失惊无神同我哋讲旧约系诗篇116篇第十节啦。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下面一句正正是他上文下理哥林多前书讲的东西。下面一句是什么？诗人说我受了极大的困苦。他哥林多前书后书第四章上文下理就讲痛苦了，讲死的嘛。不过他说是啊，我们外面是这么多困难，客观环境排面是输晒，是差。不过这样，我记得我们的诗人讲他的说话，我因信仍然说话喎。咁佢就话啦，係啊，我同个诗人嗰个信系同一灵所感动嘅信嚟㗎。佢哋嘅信心等于我嘅信心啊，所以佢哋喺困苦里面仍然说话，我喺困苦里面仍然说话。我唔在乎我客观，唔在乎我牌面，唔在乎我人生嘅际遇啊，我要讲呢个福音，我就要讲㗎啦。哇，睇返诗篇116篇嘅时候，你更加明白保罗。保罗原来引用旧约的时候，很多时候教我们功课的。我读完116篇第8节到16节给大家听，如果你有圣经你都可以跟着。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速地说人都是说谎的，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向我所赐的一切好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众民面前向圣民还我的愿，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绳索。个 key 呢就喺第16节啦。啲人话保罗呢个人咁鬼渣，咁多困苦，你系极嘅仕途都有限啦。如果你系劲嘅仕途，点会咁挨苦㗎？如果你系好嘅牧师，点会搞成咁㗎？保罗话：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不在乎第十节的极大困苦。他诗人有这样的信心，面对客观环境的时候，他仍然知道自己服侍着神。这个信心，这个身份被他抓住的时候，可以行极大的困苦，仍然说话，仍然向主还愿，仍然欢呼。保罗就说哥林多人啊，清楚吗？唔好睇我啦，我自己都觉得呢啲困苦系辛苦，不过咁啊，呢困苦唔决定我唔系基督嘅仆人啊。嗰班人想批评我啊，
佢话保罗唔似基督嘅使徒咧，讲嘢又差，个样又差，人生又际遇又唔好，通街俾人打，成日又俾卅几次，又成日要坐监，叻极有限啦、啊。保罗话唔系，我知道我系边个。哇！我觉得我哋世界好多自由家话俾我听，我哋只系问两句说话啫。Who am I？ 我系边个？我去边度？系保罗话：我绝对知道我系边个，我系佢仆人，任得你点批评。你话如果我哋做侍奉嘅，或者一般嘅信徒喺教会里面有所谓一官半职做下嘢嘅，你找得住你嘅身份，你知道你服侍系边个？我们所传的是 Jesus is Lord， 服侍嘅系主嘅时候咧，其他一切咧你识得点摆位噶啦。知道服侍主嘅时候，其他嘅失望啊、人生嘅攻击啊，唔紧要噶啦。佢继续讲埋噶，你又睇落去啊。第四章十六节，所以我哋唔会丧胆，唔会惊噶。开始留心啦，呢度真系教我哋好多嘢啦。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其实外体同埋内心咧，我哋唔好以为好似即系希腊嘅二元嘅讲法，系咪？即系一个身体，一个里面。佢唔系话诶，算啦，外体毁坏唔使睇医生啦，迟早都玩完噶咁样，系啊，嘥钱啦，诶，不如多啲灵修啦。佢唔系咁嘅意思，系外体即系外面嗰个人啊，外面嗰个原文系人啊，外面的人啊，咁嗰、那个内在咧？都唔系内心啫，内在的人啊，即系个 outer person， 一个 inner person。咁讲乜嘢啊？我觉得佢，我觉得佢嘅道理系咁样嘅。系我即系当睇完保罗咁多书信嘅时候咧，我觉得佢个系统应该系咁样。我呢个外体咧，唔可以承受神的国嘅，系咪啊？我哋唔系个个都要死，因为最后一批、最后一个 generation 嘅人唔会死嘅。主耶稣翻嚟嘅时候，系咪啊？不过都要改变啊！佢话号筒吹响嘅时候就一定要改变，因为我哋而家呢样咁嘅 existence 啊，唔可以承受永生啊，唔可以进入嗰个世界。嗰、那个世界即系话咧，你入到大陆嘅时候咧，中国咧都用人民币嘅，系你一定要换 exchange 换咗人民币，你先使到钱嘅。假如系咁啊，吓而家你揸住啲美金，一定要 exchange 先过到嗰个世界用使钱。保罗就话我哋呢、这个。这个 existence 存在呢 要更改的。怎么更改？神将来用他能力更改你。眨眼之间 ,twinkling of the eyes, 眨眼之间就要更改的。不是我们自己更改的。更改之后就可以在一个存在生活了。不过保罗说这样。更改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有个 inner person, 我们这个人。这个内在的人是怎样？是圣灵帮我们更新，不停地改。我觉得保罗认为呢，现在我们人生经历这么多困难，我们的神就用我们人生这个困难呢，令到我们内在的人被圣灵更新我们。到号筒吹响的时候呢，神会给过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内在人如果被圣灵更新呢，就可以跟着这个新的身体呢进入永生，承受神的国。所以保罗说不要紧的，外体虽然毁坏，即是外面的人虽然毁坏，里面的人一日新过一日。跟着他就讲了连续几个比方，即是对比。我们自暂就是时间，是不是自轻就是讲他的程度，什么东西苦楚就不好的东西。跟着保罗呢隔离对比啊，极重就比自轻啦，系咪啊？永远就比自暂啦，系咪啊？时间重量苦楚咧，对咩啊？荣耀咯，先受苦后得荣耀，呢个咪耶稣基督嘅门路咯。所以佢就话啦，记住啊，我哋而家嘅存在咧，同将来嘅存在唔同噶。将来的存在需要我们里面的人慢慢被神圣灵更新，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现在很短暂的、很轻微的苦楚呢，
将来嘅全族去到嗰度，我哋俗语叫去到天堂嗰度嘅时候咧，咁啊点啊？会有好长远嘅、好重嘅荣耀啊！俾我哋一个鼓励啊！唔好谂住逃避困难得咁紧要，唔使咁紧张嘅。如果系神要俾我哋经历困难嘅时候咧，凭住佢嘅恩典，好继续做，凭住咁嘅信心咧，仍然说话，继续讲嘢，唔好俾佢动摇。知道我哋系属于神，系神嘅仆人。你唔好以为神嘅仆人一定系牧师嗰啲先系神仆人喎。神嘅儿女、神嘅婢女嘅儿子，全部即系话属于神嘅，得佢一个做主人，我哋服侍佢嘅。揀到我哋去做。所以变咗保罗嘅时候呢，佢话第四章十八节开始留意。所见嘅係暂时嘅。所不见嘅係永远嘅。好有哲学味道咁好似。咁深奥嘅。係。我唔识得啊，我只係知道几多卡钻石我见係几多。係。喺度保罗明白，喺犹太人嘅心目中啊，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啊，有啲乜嘢见唔到嘅。啊！我听到啊，神啊，从来冇人见过神，住在人不能见嘅地方。保罗呢句说话嘅对比就系咁啦。你见到嘅系好暂时嘅，将来你唔见到嗰个咧，嗰啲存在咧就系永远嘅永生神。佢话我哋注目唔系注目喺呢个世界啊，佢话嗰班人想溜走你、勾走你哋，等你离开佢，等你觉得我嘅信仰、我嘅所代表嗰、那个嗰、那个讲讲法唔啱，跟佢哋咧，佢哋呃你嘅咋？佢哋将你价值观所你所有嘢，全部摆晒喺而家呢个存在当中啊！佢话我系你爸爸，我锡你啊，我想你明白啊，摆呢度系废料嚟噶。我引用苏牧师讲啊，系咩啊？记唔记得系咩啊？翻紧谱嚟嘅咋？系咪啊？你冇听佢讲，记唔记得？一摸到就冇噶啦，佢话呢个暂时嘅咋，唔见到咧，从来冇人见过神啊！我真系好想去嗰度，嗰度嗰啲嘅就永存噶啦。所以跟住讲嗰一句啊，原来我们所顾不是顾念所见的啊，我哋所有人都顾念所见的噶，落去咩事你就知噶啦，系咪啊？男男女女都系啊，有人讲过啲女人唔知天生咁样，见到咩玻璃啊、水啊都望一望噶。我越一越觉得系真啊，有时我觉得我自己有啲似女人添啊，见到啲玻璃都望一望，你头发有冇梳清楚啊？系咪？我哋几顾念见到个嘢啊，摆好多心机落去啊。点知香港做 facial 几多钱啊？都唔敢讲啊，系咪啊？我都真系唔知嘅。哇，以千以万计噶。有啲人打到块面肿晒噶，喂系啊，咩肉菌个名都得人惊，仲打落去嘅。问咩啊？顾念所见嘅咯，觉得呢个先系永恒。佢哋见到我唔理几多，总之而家见到就系、是、我唔中意见到五十岁嘅样，我要见到28岁嘅，系咪？就系咁。啊，保罗话基督徒啊，信主嘅人啊 ，train 你只眼啊 ，train 我只眼。唔使见嘅，做咩 train 啊？见唔到嘢噶，你留意啊！我们顾念所见的，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嘅系暂时嘅，所唔见嘅永远。你明唔明白啊？嗒唔嗒到犹太人味道啊？从来冇人见过神噶，佢先系永活嘅神啊！唔系睇住十字架咁简单嘅。将你嘅人生嘅取向、你嘅心嘅态度、你嘅价值观摆喺见唔到嘅神嗰度嘅地方啊！老人家应该容易啲嘅，因为你见到佢开始讨厌啦。后生嗰啲死都唔服嘅，系啊，越后生就越唔服啊！有啲嘢真系要老先能够明白嘅，好似等于食苦瓜咁样嘅。到佢咁上，你开始中意食苦瓜，你知系弊家伙啦，系啊！以前唔中意食，而家中意食嘅。是啊，不过神是给我们智慧啊，年长开始智慧，唉，着重这些做什么啊，都要过去的了，是吗？你在美国都可以说，都可以拗啊，陪我一起咯，撞咯，是不是？香港没得拗，死无葬身之地，
系嘛，即刻要烧噶啦，即摆摆嚟摆咩啊？系啊，仲有一样啊，我哋和合本翻译都个味道唔全味啊。原来我们不是顾念，好似我哋谂啊，保罗唔系讲谂啊，保罗讲睇啊。顾念呢个字咧，希列文辗转翻译到英文啊，英文有个字叫 microscope 嘅系咪啊？有个字叫 telescope 嘅系咪啊？有咩共通嘅地方啊 ？scope 啦，系嘛？即系我圆圈望住啦，系咪啊 ？microscope 话睇好细微，放到好大。telescope 话将好远拉到好近啊嘛。咁我圆圈睇住嘅呢个 scope 就顾念嘅字啦。希列文嘅 scope 字，保罗仲用呢个字，所以佢唔系谂啊，佢系睇啊，而且系注目咁睇，喺圆圈里面睇嘅啫。我觉得而广东话仲容易啊。原来我唔系。住所见的是及住见不到的。哇，你觉得保罗讲得真是深，但是我们好像觉得不明，但是又能够明啊。我们用个眼是及住见不到的东西的。你用我的眼去及住东西，你成世行错路啊，保罗说。你应该 train 你的眼及住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啊。你记不记得保罗真是他的眼看不见的时候他及到东西啊，记不记得啊？佢有三日只眼睇唔到嘢嘅，系咪啊？三日之后嘅人系咪改变晒啊？改变晒啊！佢话我眼睇唔到嘢嘅时候，我心眼开咗，识得及啊！我哋好多人只眼好清晰，睇得好好啊！及住香港而家及得多啦，几时有平楼卖啊？哇！新盘推出啦，又减价，咦？加咗辣、啊，又要即系印花税又好多，不过唔系我啲地产商话佢补俾埋我辣吓、啊，咁、帮我哋上楼、啊。及到实啦，我哋香港人几即系你哋唔系啦，你哋冇我哋咁庸俗啦，系咪？哇！我哋啲免费报纸啊，一年派四份噶，你见到点解个人都攞四份报纸嘅？咁多新闻嘅四份唔同噶，唔系四份一样嘅，你广告都一样噶。佢哋及住嗰啲 coupon 啊，系咪啊？印花买一送一啦，咩龟苓膏啊买一送一啦，去咩一粥面又可以减$3啊！时势唔好就夹呢啲嘢啊！我唔系话唔得，我都剪嘅，系咪啊？悭翻$3都好嘛，冇理由益咗佢啫，大家落集团嚟啫嘛。系啊，佢即系多咗我$3唔多，吓、个意思唔系咁嘅，个意思唔系叫你实用，不过叫你哋嘅人嘅 orientation 啊，你整生嘅取向，你去边度行啊？点样侍奉啊？翻边间教会啊？点样带仔女啊？你如果由细到大及住见到嘅嘢，你教你嘅仔女及住见到嘅嘢，你所俾佢嘅遗产，佢哋就成世及住见到嘅嘢，佢哋又教翻佢仔女又及住见到嘅嘢，你就好阴公啊！你俾到佢学位，俾到佢好嘅职业，俾唔到佢睇永恒嘅角度，俾到跟今生今世帮佢做埋基金，佢打跛三世都够钱用嘅。但佢睇唔到永世。保罗话：弟兄姊妹啊，识及嘢啦，不过及唔好呢只眼睇到嘅嘢啊，焗及住眼见唔到嘅嘢，好深，但系又容易容明，容易明。你以后行过街嘅时候，你明白啦吓。你放心，我唔系叫你话，一见到咩事咧，即刻将$10摆喺个奉献箱，唔系咁嘅意思，系人生嘅取向问题。是主交给你条命怎样活的问题，是主交啲细路仔给你怎样生活的问题。在当中可能好多人守财奴成世，请问你守埋啲钱给边个用？悭自己攞人哋，在当中可能教仔女教佢成世识读书点等等等，好叻，真系读得好好，做嘅工作又好好，以后你哋两个唔使忧心佢，久唔久去见下佢，同佢凑下孙，系佢哋见唔见到永恒嘅主先？佢哋人生点样用先？佢点用啊？咪去瑞士滑雪咯，两公婆而家系咪想我仔女个孙冚唪都咁用先？问清楚自己一句，保罗就话：听姐妹唔好啊，好短暂噶。我哋要望住关注嗰阵，就去到人不能见，住在幽暗之处嗰、那个神。呢个系我哋嘅灵魂嘅归宿，唔单止我灵魂嘅归宿啊！
其实应该我哋整个人将来灵魂攞埋重新复活嘅躯体去嘅地方啊！哇！弟兄姊妹，如果你仲有年轻嘅细路仔，鼓励你哋 train 佢哋嘅眼啦。香港仲衰而家，呢啲有胎金蚊噶啦，系咪啊？几年前已经兴啦，香港嗰啲唔知咩蚊啊，真系系啊！即系怪兽又讲过 ，helicopter 又讲过，又咩输在起跑线。早排仲有讲咧，仲衰添噶，系咪？我都唔够胆喺呢度讲，实在过于教佢噶啦。你冇翻咁嘅圣经嘅抗拒力认知啊，你教唔到细路仔啊。个个四岁就已经出去游学噶啦。你啊谂游学啊，听唔听得明啊？其实去旅行啊，去砌佢嘅 portfolio 啊，砌佢嘅 resume 啊，因为佢要申请学校，你要揸个 portfolio 噶。好劲噶，劲过阿 Jeff 啊，同埋阿 Stephanie 考个 Art Academy 噶。佢嘅 portfolio 就话四岁游学瑞士，六岁咧去日本，八岁咧就唔知做乜，咁样先入到学校啊。做家长嘅为咗要仔女入到好学校，就要咁搏啦。得闲翻嚟听阿苏 Sir 讲啊，佢入到黄人啊，翻嚟听啊，翻嚟听阿何辉讲，佢哋唔系靠呢啲噶。我哋嘅上一代嘅父母好忙，我哋做父母啊，起码佢教嗰啲嘢系叫德行啊，就算唔系宗教都好啦。何辉佢住读乐善堂嘅咋，九龙城噶。弟兄姊妹，如果仲有年轻嘅仔女，分清咗我哋价值观。保罗喺度虽然同旧阵时嗰个教会讲咋，句句说话吉肉噶，识睇嘅时候。知道我哋嘅神系一个活神，所以佢说话仍然系活噶。圣经不停咁讲啊，你们听见我的话，今日就不可硬着心啊，系 today， 唔系 tomorrow。你再留心翻嚟睇下，今日不可硬着心呢句说话，希伯来书讲，唔单止希伯来书讲啊，诗篇讲噶系咪啊？诗篇又有一日，希伯来书又有一日，诗篇嗰日都唔系原作日啦。民数记嗰日先系啊，同一句说话，我哋嘅神系活神，所以佢嘅话语系活泼嘅 ，living God 就系 living word。今日要同你哋说话，旧阵时嘅圣经，今天说话，因为个神系活嘅，唔系考古，唔系研究，系生命嘅回应。跟住讲第五章啦。苏师母话直落噶，所以佢就你哋要继续听。三点半先完，如果我顶唔顺咧，我就早啲完噶啦吓。我真系服咗苏牧师嘅，佢讲嘢好有气嘅，我硬系唔识啊。我要走去搵阿奚秀兰教我点用气先得。系啊，或者曾老德都可以嘅，应该分分钟系 Doris 都得嘅啊。第五章第一节，我哋原知道我哋地上嘅帐篷，跟住咪继续讲佢讲紧佢道理啦。佢话我哋地上嘅帐篷，即系我哋人呢个生命啊，呢个生活啊。其实佢话我哋呢个咁嘅 tabernacle 啊，我哋呢个 tabernacle 咧系神摆俾我哋噶，我哋系寻求喺天上嗰个啊。你唔好以为系啊，我都想我而家香港我第一城住。佢师母话加加埋埋都唔够三四百尺，我希望将来杨科咁讲噶嘛，我屋企有好多住处系咪？又有 basement 又有 penthouse 乜都有噶嘛。保罗唔系讲呢啲啊，保罗唔系话而家你间屋细，你希望将来间大屋，唔系讲呢种啊，唔好用咁嘅角度去睇啊。佢话我哋而家呢个身体住喺呢度，将来神俾个好嘅身体我哋啊。寻晚见到 Jason 啊。佢右脚系有个膝头哥咧，系安奴嗰种嘢嚟噶，即系未来战士嗰啲咁嘅质地噶啦，系嘛 ？Titanium 嚟啊，我先而系。佢同我讲笑，佢问个医生，佢话神俾我膝头用咗65年，佢话呢个可唔可以 guarantee 65年啊？咁样，医生话好彩20年到啦，咁样咁啊咋？我哋个个都明白噶呢、这个。所以保罗话：我哋呢个帐篷咧拆毁唔系我哋自己摧毁佢，将来号筒吹响要变嘅时候咧就唔要噶啦。嗱，留意啊，保罗话：我哋唔要咧，我哋要
另外一个啊，去第二节嘅时候咧，佢用第二个比较啊，好像穿上衣服啊，除咗呢件旧衫，着翻件新衫啊。保罗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好清楚嘅弟兄姊妹，我唔知我哋基督教明唔明白？我哋寻求我哋会复活嘅，会见主嘅，我哋以为复活咧就系咁得翻个灵魂飘下飘下就叫复活啦咁样。保罗唔系同我哋讲灵魂飘下飘下，呢啲唔知咩宗教讲嘅。保罗话神会俾翻个身体我哋啊，个身体点样？佢话我唔识啊，一粒种子瓜嘅摆喺死上面，瓜种就出翻嚟，柠檬就出柠檬。系啊，士多啤梨又出士多啤梨，系啊，死嘅时候系咁嘅款，都系粒嘢啫嘛，出嚟嘅款唔同嘅。本来就话将来复活嘅款都唔同噶，我都唔知啊。有冇问过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想复活，神俾你一个愿望，你复活嘅时候，你想系几多岁嘅身体啊？吓、啊，有啲人话十八，十八你老婆唔认得你喎，佢正好佢咪唔认得我系咪啊？咁你个仔女，你是石哥，你唔认得你嘅，咁系，起码都要三五岁，吓谂唔掂啊！保罗话唔好谂啦，同样都系纸粒埋喺土里面，有啲系橙，有香蕉树，有香果树，有啊，摆落去嗰个拆位嗰个同夹翻喺嗰个唔同款嘅，因为佢知道，神知道，神按住各个人嘅区。即系按过佢心意，区国安排，佢俾你嘅款。保罗就系讲呢个，而讲呢个咁嘅信仰咧，同当时希列人嘅信仰系完全唔同嘅。当时希列人而家辗转咗嚟到我哋嘅，我哋可能系嗰只叫咩新，以前叫新 New Wave 系嘛，或者而家可能系 Tom Cruise 嗰种啦，系咪？即系佢话我哋最弊就有区学啊。个区学个限制，有时你睇 Steven Spielberg 嗰啲戏都有少少似嘅，系咪？即系我最弊就有区学啊！都系如果个区学唔限制住我哋咧，我哋心里面嗰个 spark 啊，个 spark 系从神嚟嘅，个火花。当我哋嘅火花能够飘翻去火花之源嘅时候咧，就系我哋得救嘅盼望啦。飘翻之源冇区学噶，冇衣裳，冇房屋噶，好话唔系啊！我哋嘅神应承我哋有翻个身体。有翻个房屋，永恒嘅房屋。佢话我唔系争呢个区学，想除咗呢件衫啊，我系想着新衫啊，喜欢嗰个不能扭坏、永存嘅身体。哥林多后前书十五章讲得好清楚，呢、这个就佢盼望，亦都俾咗我哋神学嘅论据。点解系咁啊？佢因为佢话我哋嘅神要胜过死亡，所以死亡唔能够扣留我哋嘅区学，神会俾翻个。更靓嘅区学我哋，所以耶稣复活唔系飘下飘下嘅复活噶，佢哋他如何有一日我哋都要像他，呢个我哋嘅信念，将来系点我唔知啊。所以跟住讲啦，佢话第五节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佢又赐给我们圣灵作凭据括弧原文作质，嗱呢个字真系好难。即系好难译嘅，特别去到以弗所书嘅时候，凭据原文作质，系咪质啊？应该读人字咁啊？系咪啊？我即系我中文系真系好乱，英文又乱，中文又乱，系咪？即系咧，如果你系人字，系咪要熟噶？即系字啊，个质地，即系嗰种咁讲法系要熟噶嘛？所以我其实都唔系好明第五节究竟系。我哋攞咗呢个凭据，好似攞咗美心超群嘅饼卡，走去换咁啊！我哋揸住张飞就换嘢啊？定系呢个系落订，有人将嚟赎我哋啊？听唔听得清个分别啊？如果系落订嘅话，保罗就话神栽培我哋，俾个圣灵落喺你身上落订，有一日佢会点啊？翻嚟赎翻我哋。这个就是保罗的重心。如果你说这个饼卡来的神给了圣灵我们拿着这张卡所以超群换回来打。那这个就拿着这张卡将来我们拿东西。我自己比较倾向喜欢前者。因为上半句是神栽培我们的。保罗说我不计现在的困难我也不计受苦。他既然栽种我们的时候他
佢必然系赎翻我哋。咁你点知佢一定赎啊？佢落咗订咯。你点知佢落咗订啊？俾咗圣灵我哋咯。所以唔系灵恩派嘅问题啊，系信唔信耶稣嘅问题啊。有耶稣嘅灵就系佢嘅儿女啦。神嘅灵所引导嘅就系神嘅子民咯。罗马书讲得好清楚，加太书都讲到，时候到耶稣基督嘅灵就进入我哋心里面啦，我哋属于佢啦。所以保罗喺呢度就系咁讲啦，佢话我唔计而家点样，我唔惊，系、哦、第六节讲啊，我与事上坦然无惧啊，点啊，有咩问题啊？我哋一日喺呢度生活，一都唔能够同主贴得好近。不过将来如果真系要我死嘅时候咧，唔紧要啊，我离开身体与主同在，好得无比啊，系咪啊？啊，你唔好误会、啊。你唔好唔话，我哋想去死喎，走去 Oregon 啊，有即系即系 assisted suicide 啊，或者去荷兰啊咁样，唔系咁嘅意思喎、啊，系。佢意思即系咩啊？佢即系话，我而家唔系能够同主百分之百亲近，不过主要我哋喺呢度啊，无论喺身内身外，佢话唔系叫你计划你嘅死亡啊，而系忠心啊。身外身外立咗个志向，我无论我系有命冇命都好啦，单做一样事情。呢、这个事情同佢嘅宣讲有关系噶。上一章讲啊，我哋宣讲嘅系耶稣是主啊嘛 ，Jesus is Lord 嘛。佢而家就话，我正正系想将我人生同我宣讲合并啊。我话佢系主人咧，我就要得主的喜悦啊。呢、这个就系我人生，所以保罗唔系灰嘅人生啊！佢话佢死咗好过，快同主人一齐啊！而家咁辛苦，又受气，又困难，又剩，又去煮饭，又去洗碗，唔系咁嘅意思啊！呢、这个厌死唔系保罗啊！保罗话你有一日人就有一日咁嘅取向，那个取向就系要主中意你而家嘅生活啦。其实个希列文即系有一喺身里面，即系呢个 life 啊 ，bios 啊，系。在神面前过每一日，佢喜欢。记住喎，保罗不嬲前文后你讲开，有啲人唔 like 佢嘅。佢话哥林多人，你唔好跟嗰啲人，嗰啲人系唔喜欢我弹我嘅。不过你明白，我唔系求佢喜欢，我唔系要攞 likes， 我唔系要博佢拍掌，我系要嗰位嘅咋。只有嗰位喜欢就得啦。佢解释佢点解噶？佢因为我哋咧，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那个台前咧，如果我哋睇新啲译本咧，那个台前系应该叫审判桌子啊，唔系话去佢嗰张台系主家台啊咁样显露，唔系咁嘅意思。佢我迟早要喺神面前摊好晒，不过摊好晒嘅案卷啊，案卷就我嚟审判嘅，坑我哋嘅人生嘅。所以新的译本是译做他的审判的桌子面前，他说存着这样的心过生活，有一日人就早一日是他开心的。为什么要只是求他开心啊？因为他迟早怎样在他桌子面前摊开你怎样做人啊。他说如果你懂醒定呢，教你的仔女 train 他的眼光望住遥远不能见嘅嘢，唔好望自己嘅嘢。教你嘅仔女记住边个系佢老细，最终个老细就喺个台前摊开佢案卷嗰个人就系主啦。因为我哋个个人都要喺佢面前摊开案卷显露嘅。咁样做人，唔好你周围啲闲言闲语，好好揸住自己嘅宗旨，向住呢个主得佢嘅喜悦，咁就 OK 啦。所以第五章十二节，佢话：所以我都唔介意啊，我唔再 recommend 自己啊，我费事啊，费事咩啊？好对答那些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佢话而家讲到明啦，有批人就系咁嘅人啦，佢成日要寻求你哋嘅喜欢 ，recommend 自己，想你哋中意佢，跟佢。佢话 I don't care， 我唔需要啊，因为我知道需要边个嘅喜悦先啱啊，所以我就咁样做。跟住后咪讲啦，仲有我咁做咧，有个好紧要嘅原因，
我们如果癫狂是为神，如果谨守是为你们，我是锡你们啊。你不要嬲我冇款啊。你不要好像美国或者香港的后生仔女那样，不喜欢阿爸跟着他近住学校附近啊。咁鬼老土啊。唔中意认阿爸阿妈嘅工作咁卑微啊，咁差。我好想我阿爸做 I-Band 噶，不过唔系啊，诶，唔紧要啊，唔好紧睇啊。如果我系为咗神，我无论系癫或者系清醒，都系为咗你哋嘅哥林多人。唔好讨厌我啦，你开始 drop 下佢心啊。然后佢讲咗句说话，我哋真系好中意嘅，我好中意啊。我在读石屎的时候就开始看这段。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说我做这些傻事做任何的事有个原因的。基督的爱啊激励。这个所有的人都因为基督的爱缘故所以信耶稣的。不过就说我不单要你信耶稣啊，我要他的爱激励你啊。激励你整生人啊！咩叫激励啊？挫行我啊？唔系，你虽然唔喺香港生活，但你总系翻过香港旅行噶，系咪啊？搭过地铁噶，系咪啊？有冇人最近喺香港喺金钟月台转过地铁啊？六点零七点啊？系，你就感受到激励啦，系唔系激气啊？记住啊，激励嘅字英文有时亦叫 compel 啊。即是身不由主，或者亦叫 constrain me, the love of Christ constrain me。佢唔係話我爱基督的心激励我，唔係話佢而係話基督爱我的心激励我，拱我。点拱呢？我几年前第一次返香港，即係第一次返香港侍奉，我就应该去尖沙咀潮人生命堂呢，係讲夜晚书嘅。七点半开堂，我喺湾仔住。咪斯斯然搭地铁咯，系咪啊？一转个金钟就系尖沙咀啦嘛，大把时间。原来我未乜见过世面，我谂住六点零咪落去咯，系咪啊？哇，咁落去咁金钟站咗咁多人嘅，排队啦，四架地铁嚟咗走咗，我入唔到去啊！一来我哋科多喺美国住得耐，斯文啲啦，系咪？斯文就唔打人啦，咁就入唔到去啦。第五架地铁车先入到去。我想象如果入到去之前突然间咦唔记得带圣经喎。系咪要去教书㗎嘛，系咪想返转头啦，返唔返到转头啊。嗱呢个就激励啦。基督的爱拱我啊。唔系基督的爱拱我，嗰班人拱我入车啊。我要过咗下个站返转头就得。就係咁啊。本来就话听姐妹啊，你俾神嘅基督嘅爱咁样拱你过人生嘅，佢唔系话你唔自愿，而系嗰种咁嘅澎湃力，就算俾你自愿拣啊，你都要拣啊。我先嚟问下苏瑞苏师母，俾你自愿重新再拣一次，你做唔做翻苏永瑞个牧养嘅嗰个责任啊？佢哋话基督嘅爱激励我，我黄仁仔大把前途，大把嘢做。不过我是要揀呢个。神的爱拱我哋。点解个神拱我哋啊，呢度好多姊妹啊，好多唱诗嘅姊妹啊。我哋而家啲人唱诗呢，嗰个爱呢我哋蒙查查得好紧要㗎啦。嗰个爱即係同基督教嘅爱即係争好远㗎。喺佢拖住我的手啊，轻轻话我眼泪啊，我以为佢讲我男朋友啊。保罗讲亲我，以为保罗雄才伟略，佢冇血㗎，唔係啊，佢讲爱㗎。不过我系好清晰噶，你睇下文啦。因为我想一人记替众人死啊。嗰一人系边个咧？波罗讲亲，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亚当，一个就后来嗰个亚当，就是基督。每次佢提爱嘅时候咧，佢必然提基督嘅死噶。呢个就系我哋基督教嘅爱啦。所以你话你唔爱唔爱弟兄咧，你翻翻去呢个爱。唔系翻翻神对你有几咁温馨，俾几多好嘢你，系基督为我哋死呢、这个爱，为人死系会有嘅，为人死唯有咁作嘅，唯有基督系嘛？当我们还作
罪人嘅时候，为边个死啊？我哋死。跟住咧，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哋显明。再次讲爱系讲边个啊？讲耶稣基督，为你同埋我摆上生命。所以佢就话啦，而且佢都系众人留意啦。保罗，你如果俾心机睇佢圣经咧，你真系睇清楚好多嘢噶。佢替众人死，系十四节啊。众人应该活噶，啱唔啱啊？保罗唔系啊，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我哋不嬲以为佢死我哋活啊嘛，佢受鞭伤我哋得医治啊嘛，系咪啊？佢死我哋咪有生路咯、啊。我不嬲佢入保罗应该咁讲，佢唔系啊，佢嘅死我哋贴近基督，跟埋佢死，所以而家你再夹翻起身嘅时候咧，条命唔系你嘅，佢话。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啊，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条命不是你哋咁紧张，人批评你做乜嘢啊？咁多仇口喺世界上做乜嘢啊？条命都唔系你，基督拯救你俾条命，你叫你建立仇口咩？见你充满仇恨，绝无饶恕咩？见你搭搵钱，攞晒啲钱嚟到你储钱咩？唔系，你而家系基督救咗你嗰条命，佢叫你点活，你系跟佢点活啊嘛。所以佢十六节啦，开十六十七节我好中意嘅，三点钟啊，应该仲够时间嘅。佢话，所以我哋从今以后啊，从今系几时啊？公元前第三十年啊？唔系啊，信咗耶稣之后咁解，耶稣拯救咗你之后。唔凭住外貌啊，唔凭住肉体认人啊，唔凭住外貌认人啦、啊。虽然凭着啊，佢自己承认噶，虽然曾经凭住外貌认过基督，如今不再这样。十六节佢就讲一个好紧要嘅道理啊。佢话我保罗以前跟个拉比嘅时候咧，我哋素常盼望以色列嘅拯救啊。我觉得我哋等一个叫弥赛亚嘅人啊。佢就好似当年百几年前嗰个麦克比家族咁样，杀低晒外邦人，清理晒我哋门户，以后咧我哋跟佢直到永远噶啦。我就揾呢个基督 Christ 高立者、受高者，所以咧我周围去揾，睇边个咁高大，系起码有六尺几嘅，系又识打仗，又识各样言语，样样都叻，就揾佢就做我哋基督，带领我哋犹太人。击打罗马人啦，佢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我想揾呢个咁嘅条件，周围去度睇边个系我哋犹太人嘅基督啦。佢而家我唔再咁认啦。呢个犹太人教方原来废嘅，因为原来唔系咁认嘅。如果系因为我用个咁嘅认，揾嚟揾去我揾唔到啊！有人话呢个拿撒勒嘅耶稣系基督、啊。我初初都以为啱噶，我初初都以为 fit 噶，佢又可以喂饱五千人，系嘛？又可以叫死人复活，又医盲嘅、医聋嘅、麻风嘅，样都掂嘅，讲嘢又有权柄。我以为佢系噶，直到最后咩几日，我完全失望啊！佢死都死得衰啲噶，挂在木头上噶，佢唔系基督嚟噶。我话按住世界嘅标准咧，按住我嘅价值观咧，佢冇资格做我基督噶。所以佢话我认唔到基督噶，我虽然以前曾经按外貌待人，但系而家我唔敢用啊，即系话我以前咧用过二百度嘅近视，而家唔系二百度啦，换咗个镜啦，用第二个眼镜睇啦，嗰个眼镜睇嚟睇去都认唔到耶稣是基督，佢几时我认到啊？我盲咗三日，开咗眼嘅时候我就知道啦，佢曾经问过噶嘛。主啊主啊，因为主同佢讲，扫罗啊，你用脚踢刺甚难，记唔记得啊？佢就话：主啊，你是谁？我咪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就喺嗰刻，佢不嬲都信主噶，不过佢唔知道耶稣就系主啫嘛。所以佢话：主啊，你是谁？佢话我咪耶稣咯。保罗恍然大悟啊！我哋不嬲用个角度，用我哋价值观，我唔怪之我认唔到拿撒勒耶稣就系基督啦。
原来我用错咗价值观啦，我用嗰啲威水啊、叻啊、有钱啊、讲嘢叻啊、打仗又叻啊、样都叻啊、言语好、有钱啊，各样都好，我用呢个世界俾我价值观，我揾唔到耶稣，我唔知道佢原来佢先系我嘅主啊。但自从我信咗之后咧，我哋眼睇唔到我眼见到嘅嘢之后咧，我心眼开咗之后咧，我就知道呢个系主啊。我唔敢用外边价值观睇人啊。我改变啦，佢改变成点啊？十七节睇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呢个系咪金句啊？我再读一次新汉语译本俾大家听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看啊，都变成新的了。咪多咗个看啊字啊，读一读，吕振中。所以人若在基督里，他就是新创造的人，括弧或译作就有一个新的创造，旧生活已经过去，新生活开始了。我被逼要读埋英文 NIV 先吓，冇办法，因为一定要读英文，佢系咁啊，佢英文嚟噶嘛。Therefore, if anyone is in Christ, he is a new creation. The old has gone, the new has come. 两个都是 perfect tense, 即是完成式。读埋 NRSV,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So if anyone is in Christ, there is a new creation. NIV 就话He is a new creation. 吕振中就说他是新创造的人，或作有一个新的创造。然后呢 ,everything old has passed away. See, everything has become new. See, 就是我们新汉译本的看啊，个字可以译可以不译。好多时候我哋集中注意力嘅字眼嚟，你睇启示录特别多。Look, behold, behold, behold， 其实冇乜意思嘅，成日都要望望望望咩，即系叫你留意咁解。所以有时唔翻译都得嘅，不过要翻译咧就有个好处，因为原来咧有本书叫以赛亚书喺43章第19节咧，曾经有咁嘅说话嘅，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 ，See, look, behold， 我要将会做一件新嘅嘢。保罗咧就将以赛亚讲嘅预言，以赛亚当年话要做 ，I will do it。保罗就话而家已经 has done， 已经做完啦。所以应该译翻个看啊，因为佢系抄紧以赛亚书。抄紧以赛亚书嘅时候，你睇嘅时候，你就明白保罗讲紧。如果一个人认识咗主咧，你睇嘢系唔同噶，出边唔系话你嘅人嘅改变啊，人好难话系一个 creation 啊 ，creation 系创造整个创造啊，人系创造之物或者叫 creature 啫 ，creation 嘅层面就阔好多啦。所以保罗话你换咗个价值观喺耶稣基督里面睇嘢唔同噶，出边睇嘅嘢有新嘅角度啊！世界嘅嘢完全一样，个摆设一样，不过你睇嘅嘢嘅价值，你嘅角度唔同咗嘛，充满可能性啊，即系充满你从来冇留意嘅价值啊！好多时候有啲人话睇啲片咧，特别系深海啊或者天空啲片咧，一睇到哇，原来海里面有咁多生物噶，或者有啲人睇啲即系科学片，哇，原来蛋糕有咁多菌噶，系啊，差唔多系咁嘅角度啊。你系信得主嘅时候，一睇出边嗰啲人，
寻日睇得佢好得人憎啫，呢班人系嘛，又嚟抢贵晒我啲奶，抢晒我啲奶粉，啊，啲楼又抢到贵晒，系咪？又拖住啲箧，啊，周围碌，啊，跟住咧就喺个火车里面摊嗰啲箧嚟分嘢，啊，睇到啲咁嘅人噶，若有人在基督里啊，若有人在基督里啊，你睇嘅世界唔同嘅，嗰啲人一样喺度分箧噶，一样拖住个箧周围碌噶。不过你应该睇到唔同嘅嘢啦，喺耶稣里面嘅信徒应该睇到唔同嘅嘢。我打个叉讲下关于呢点嘅问题，你哋比较少遇到。而家多唔多国内人出嚟啊？中唔中意佢哋啊？麻麻地系诚实嘅，有50%诚实啦，争佢哋系几啊多嘅。按客观嘅牌面条件，佢哋系值得争嘅。抢你嘅 job， 抢你嘅楼，抢贵晒楼，卖咗之后又唔住，丢空咗佢。是吧，不过我告诉你，我后生的时候在美国读书，我在 Wisconsin 和很好的弟兄一起，那时候有很好的牧师教我们，林道亮、于力公、郑果、赵远廉，这样个个都是国内出来的，我的普通话呢都是偷回来的，是听到听回来的，因为你用国语讲，没人用普通话广东话讲到的，那时候是吧，那么看得起你，叫你翻译粗粗下咧，后尾鲍元牧师喺香港讲到咧，我帮佢翻译嘅，系咪？系啊，都喺我哋教会。咁嗰班咁嘅喺大陆走出嚟嘅传道人咧，佢哋死都有个心愿，就点咧？翻翻去大陆传福音。佢就算我亲身翻唔到去啊，你班后生仔都要翻去。佢哋咁教我哋，我哋系咁领受。我读工程。有个读 business， 有个 computer， 个个咧雄心万丈啊，常常祷告啊，有时祷告得好嘢，有时点样祷告，佢就话求神开到门，等我哋成为专业人士，代表 IBM 系咪？代表Raytheon， 代表Northrop 入去里面咧，就暗暗做福音工作，表面咧好似差唔多 CIA 咁样，系表面咧系。机构的副总裁入去呢，其实夜晚静鸡鸡做全福音。我哋个个都系咁嘅。祈祷啊，求神将呢个铁门打开，我哋入去。所以而家呢，佢话你班后生仔多多读经，好好练好功夫，我哋真系听佢讲嘅。我哋读经嘅深信比你班后生仔多好多。因为我哋有个咁嘅高啊，就系想我哋读好圣经，打好底，一开门俾个机会入去呢，我哋就称为无名传道人。系咪？跟住又可以搭水少少，因为 IBM 请我嘛，系咪？咁啊搭水嘅全无名传道人，咁都好啲。系啊 ，expatriate。不过咧，我哋嘅神真系听祷告嘅神，我哋求神将个门打开嘛。佢嘅道路高，我嘅道路；佢意念高，我嘅意念。佢真系将道门打开啊！不过唔系我哋入去啊，佢哋出嚟啊，弟兄姊妹。你接唔接到佢哋啊？你话爱佢灵魂，你又为佢，你又睇到新嘅景象，你睇唔睇到呢个景象啊？若有人在基督里 ，Behold, the world has become new， 充满咗 possibility， 充满咗 potential。你跳唔跳入呢个世界啊 ？Spielberg 都教我哋跳入个世界啦。你识睇戏嘅话，Avatar 你都睇过啦。入唔入呢个世界啊？福音书 invite 邀请我哋凭信心进入呢个世界啊！打开道门，啲人涌出嚟。香港教会基督徒未必承接得住，闩埋道门啊，迟啲。我哋嘅神好妙啊，好幽默，听祷告唔系用你嘅方法，其实佢而家挑战紧我哋。有人在基督里面看东西不要按世界的角度看、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不要按世界的角度看、啊、因为如果按世界的角度看，你们班人不会得救的。他下面讲的。第五章第十八节，一切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和好这个词是保罗的专用词啊，
其他嘅文件极少啊。和好呢个字个英文亦叫 reconcile 啊，系咪啊？呢度有冇人读会计啊商科噶？有啊 ，Peter 系咪啊？知道咩叫 reconcile 啊？你做银行啊，夜晚嗰条数唔 reconcile 咧，山集你再数过啊，一毫子都要再数啊，笔数要 reconcile 啊，即系打和啊，即系要平啊，左边等于右边啊。佢就话神系点样啊？藉住基督，你记住啊，神做主位啊，神系藉住基督叫我哋同佢打和啊！我哋原先同佢打唔和噶，照计啊！你听过任何嘅外邦人介绍我哋中国人嘅古仔啊，或者睇过泰山啊，系King Kong啊？你又知道，如果嗰只嘢我哋激嬲佢啊，搵两支箭射到佢痛痕咗少少啦，嗰只嘢系咪嬲啊？嗰只嘢嬲嘅时候，你系咪摆个靓女俾佢？等佢攞走，唔好咁嬲啊！呢个词语咧喺宗教上 reconcile 就咁嘅意思啊。我哋俾个靓女或者俾个烧猪佢，等只神唔好咁嬲我哋啊，咁就勾手指尾打和啦。应该我哋得罪佢，我哋俾嘢佢同佢打和噶。保罗用翻同样嘅词语，不过扭转嚟讲啊，佢话系佢藉住基督，佢想同我哋打和啊。佢主动 reconcile 我哋同佢啊！你唔好咁巴闭，系我哋奔向神啊！你唔好误会啊！我哋奔向神之前，系佢主动用佢最宝贵嘅儿子，好似个靓女，好似烧猪咁样献上祭，令到佢同我哋勾手指啊！佢话唔单止系咁啊，佢叫咗我哋同佢打和之后咧，佢仲唔死心啊？睇埋下边啊，又将劝人与佢和好嘅积分俾埋我哋啊，积分啊，睇唔到呢个词语啊，仲惊咩人哋批评啊？我哋嘅职责几劲啊？那个神应该我哋俾献祭，佢同佢相和噶，佢唔系啊，系佢俾献祭同我哋相和啊，佢唔系净一单做咗啊，佢继续揾人啊，揾完保罗，跟住揾你，跟住揾佢，所有错人佢个都揾啊，做乜嘢？叫你出去揾啲人，再次同佢哋相和啊！佢话你嘅职责。劲唔劲啊？使咩人哋向你面上贴金啊？你自己嘅身份就已经劲啦，个积分就已经可以企硬啦。怕咩人批评啊？有咩咁好笑啊？你识清楚，你通街揾下所有神啦、啊。佢庙街又好，咩街花园街咩街都好啦。摆档有边个神咁好噶？有边个神肯主动同得罪佢嘅人相和，而且仲摆上咁贵重嘅礼物啊？系佢啫，佢救你同埋我。佢又俾咗咁荣耀嘅职份，宝贝喺瓦器里面，俾你可以去做。你系渣，生命系坎坷啊，环境系唔好啊，不过唔在乎你、啊。我们怎能啊？唔系在乎我哋啊，佢在乎呢个神真系好好噶。佢使无罪的成为罪，替代我哋，变咗我哋喺基督里面成为佢嘅义啊。咁好嘅神，咁荣耀嘅职事。啲人嗲你两句，你就喊咗成晚，谂住唔捞啦，嘥气。睇清楚，明白你嘅使命，晓得你嘅方向。如果你真系信基督嘅，睇出边新嘅创造，唔系旧时嘅世界啦。俾心机，有勇气，继续向前行啦。可以去到第六章啦。我们与神同工，劝你哋啊，唔单止系我哋受咗个恩典啊，你哋都唔可以白白咁受佢恩典啊，唔好净系攞咗啊，唔好净系攞咗唔去啊，继续做啊。所以保罗喺第六章嗰边，佢话我不停做啊，我唔介意啊，而家就系拯救嘅时候啊，常常要呼人哋翻嚟啊，嗌人哋翻嚟啊。其实你睇下佢六章第二节嗰句说话，咪又系以赛亚书嚟嘅。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八节，耶和华主说：在悦纳嘅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嘅时候，我制助了你。
所以变咗佢话，以赛一早讲过叫啲人出嚟啊，而家就系时候啊，我哋攞到个职份，正正系先知预言俾我哋嘅职份啊，同佢相和啦，劝啲人同佢相和啦，唔好嬲我哋啦，唔好睇唔起我哋啦，我唔介意噶。六章第四节一路打到，你睇下六章第四节一路去到第十节啦，佢话你睇下我啲嘢啊，你睇我啲牌面啊，我啲牌面真系输晒噶。患难、困苦、穷乏、鞭打、监禁、扰乱，系啊！呢、这个世界价值观按外貌睇，我冇一样值得骄傲噶。我如果数呢啲，我冇资格同人讲，叫人哋信我所讲嘅嘢嘅。不过佢话唔系靠我呢啲嘢嚟决定噶。我记得我哋九七年回归之前啊，呢啲回归之前咧，有啲人嘅卡片咧，接两接噶。有啲美太多啊！咩委员会啊，英又有，中又有，英中联合又有，吓佢要佢 show 晒 call 嘅时候咧，佢一个卡片写唔晒啊，接噶。而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啲咁嘅卡片啊？系啊，劲啊嘛 ，show call 嘛，保罗喺度 show call 啊，而家佢啲咩 call 啊？录出第四节啦，表明自己系神的用人啊！那个用人即系 deacon 个字，亦都系即使个字啊！佢由头到尾喺啲大旧经文里面讲话，你唔好咁批评我啦，知唔知啊？我都有好大 call 噶，不过我啲 call 唔系你嘅价值观啲 call 啊！我啲 call 患难咯、困苦咯、忍耐咯、鞭打咯、监禁咯、勤劳咯、警醒咯、不食咯、廉洁咧、知识咧，佢呢啲就系我 call 啊！去到下面似乎是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即上文即左右这样讲，似乎要死却是活知，这个不需要详细跟大家解释，但即似乎不为人知但却是人所共知的呢，这个很重要。你不要以为他说我保罗呢好像没人识我，不过基督教界呢是人都识我的，这样他不是这么说的。佢咪话我苏永瑞咧，出面啲人华人黄人学生会可能唔识我，不过咧所有教会人都识我噶啦，唔系咁讲，似乎不为人所知，却系被known啊，被知道啊。犹太人被知道嘅时候，佢最崇高嘅境界俾边个知道啊？神知道佢，而你俾先知话，我未出娘胎，佢已经认识我。保罗就话：我嘅侍奉喺咗上面系好多苛堪嘅嘢，坎坷嘅嘢。不过咁啊，我唔介意啊。我唔系在乎我出名，系人都知道我啊。我似乎佢知道我咋，咁就得啦。仲有啊，似乎系贫穷，隔篱应该讲话却是富足嘅，系咪啊？真系俾心机睇保罗，睇下佢唔公，佢唔工整嘅地方，先至系佢精警嘅地方啊。佢应该似乎系贫穷，确是富足噶，即系话咧，我人工唔多啊，但系翻到报道会咧，个个俾咖啡我嘅，系咪啊？我每次嚟一嚟咧，就冚唪唥咖啡，我一年就可以有用嘅 ，pitch 有 ，fuse 有，系啊 ，woman 有，乜都有嘅。我唔系想咁，保罗唔系咁讲啊。保罗似乎系贫穷，但系叫人富足啊。工整嘅就系似乎贫穷，确是富足。佢唔系咁讲，似乎好似冇，但系可以叫到好多人。得福气啊！你穷咩？传福音咯！你冇钱咩？我记得几年前啊，彭新南唔知拎几多嘢翻嚟啊，系咪啊？有罐头奶啊，意大利粉啊，我都唔知食咗几多啊！好多弟兄姊妹或者新嚟嘅朋友都得到慰，似乎系穷。佢话其实我都唔想俾嘅，不过啲人摆喺门口嘅，系咪啊？佢曾经讲咁嘅说话，好多嘅你哋姊妹都系咁讲噶，点解啊？似乎贫穷，好似冇啊，但系令好多人富足。哇！原来去到新嘅世界基督里面，可以有咁多个层次嘅做嘢嘅。我唔知啲而家啲移民仲有冇彼此相靠啊，关顾啊。我记得我初嚟读书嘅时候，虽然唔系移民啦，系指咧好阴功嘅，啲鬼仔系唔慢走晒，死成一个好似影片场咁样，系冇人嘅。哇！有一对基督徒夫妇为咗家庭，佢话你咧感恩节好大嘅节嘅，喂，嚟我哋屋企啦，
圣诞节你冇地方做，我哋有个冬令会，你去啦。嗰阵时唔知原来佢氹我信耶稣嘅系咪？冬令会原来系报道会嚟嘅，不过唔紧要啦。我讲嘅系感受啊，哇，原来好温暖噶。而家如果仍然有啲咁嘅人嘅时候，你话我冇乜钱，我又唔系叻，又唔系传道，你帮助下佢哋啊。似乎贫穷，但你可以叫佢富足噶，请佢食下饭啦。佢困难嘅时候帮佢啊，你话唔得噶，帮佢而家啲人好蛊惑噶，帮完佢之后咧，搞乱咗咧，佢下个礼拜唔嚟教会噶啦。保罗唔系叫你，唔系增加会籍噶嘛，保罗叫你侍奉啫嘛，活出生命啫嘛。佢唔翻嚟教会，由得佢唔翻嚟教会啦，咪继续做第二个咯，系咪啊？你做生意都系咁，一十个有一个翻嚟，你都赚啦。差唔多系咁啊！而且佢唔系佢话呢只算盘唔系咁打嘅，有人唔在基督里，看啊新嘅世界，识唔识用新嘅价值观过生活啊？识唔识用新嘅价值观睇出面嘅人啊？睇你周围嘅人啊？睇你侍奉嘅可能性啊 ？OK， 应承你讲过有一句金句啦，系缠绕住我哋好耐嘅，系咪？我哋后生嘅时候，我哋试下由第十一节开始。开始佢总结呢段噶啦，哥林多人啊，我哋向你口系张开，心系宽宏嘅。你们狭窄唔在乎我，系在乎自己嘅心狭窄。你哋都要照样嚟睇十一至十三节，你已经知佢又讲又窄又阔噶啦，系咪啊？你圈已经知啊，佢话你哋嘅心胸窄咧，其实我唔对你窄，我对你鬼咁阔。唔该，你都阔翻对我啦，咁样意思啊？唔该，你接纳翻我啦，你唔好咁 narrow 啦，唔好咁紧张啦，唔好好似出面啲人睇得咁巴闭啦。你明白嘅时候，你知道话我不嬲对你咁宽大噶。你打开心房俾翻我哋啦，唔好跟嗰批人啊。嗱，留意啦，就喺呢个时候开始讲第十四节啦。你哋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我知道教会嘅。过往不停都是讲这句说话，就叫我的仔娶了一个基督徒做老婆，是吧？你这样用都 OK 的，你觉得这样应用我都不怪你有什么问题的。不过我不知道你一路这样跟我听到大约是四个钟头到，保罗来到这里有没有讲过结婚啊？所以问一下，你不是讲结婚，所以问你讲有班人叫你离开基督的道理和价值观，睇人嘅嘢远紧要过睇神嘅嘢，自己唔妥，冇钱，地位低，就自卑，唔觉得个福音同埋侍奉紧要。佢话唔好跟嗰班人，出翻嚟跟翻我。你同嗰班人原不相配啊，唔系讲分配嘅问题啊。虽然呢个词语咧不可同父一轭都有少少咁嘅背景，但系唔系一定嘅。佢话。嗰班人同你嘅唔 match 噶，或者叫 uneven 喐噶，即系大家孭住嗰条棍咧唔平衡，都拖唔到牛羊嘅，拖唔到谷物嘅咧，唔啱喐嘅咧。唔该，你哋唔好跟佢睇咧，佢价值观同你嘅价值观系唔啱雅噶，唔好跟嗰班人咧出翻嚟跟我啦。下边连续用咗唔同本质上唔相同嘅嘢，佢最后用一句说话，几句嘅圣经。出嚟啦！从佢哋当中出嚟，呢几句圣经喺旧约里面系从巴比伦里面出翻嚟啊！唔好嗨佢呢啲嘢，唔好带佢呢啲偶像出翻嚟，出翻嚟咧，我就做翻你阿爸，你就做翻我嘅儿女。主讲嘅呢句说话，所以保罗嚟到呢句第六章尾嘅时候咧，佢已经开始话明白嘛，弟兄姊妹，唔好俾嗰班人呃你啊！你同佢哋唔信耶稣噶，佢哋价值观系 warp 噶，唔同嘅睇法噶，唔好用佢哋眼镜睇世界上啊，唔好用佢眼镜睇服侍主嘅人啊，唔好用佢眼镜睇我批评我啊，我唔介意你批评我啊，不过你批评我近得佢哋太紧要啦，你跟排咗去你一堆啊，神话唔系跟佢哋啊，你同佢哋冇乜关系噶，跟我哋出翻嚟啦，好似秘掳之人离开巴比伦咁，翻出嚟啦，唔好攞巴比伦啲偶像。第七节头嗰几节就已经系啦。佢话弟兄姊妹啊，既然系咁，我哋就唔好跟佢啦，洗干净衫，唔好邋遢。第二节，心地宽大，开放翻你嘅心，接翻我哋啦。接翻我哋嘅时候，你就知道我哋系点嘅人啊。
第四节，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讲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你明白啊？我不嬲都挂住你们的，你不要跟他们谈我啦，不要用价值观看，知道我对你好，对你好为你向返主。你跟他们太远的时候，走咗去等于巴比伦的地方，出返嚟，你同佢唔 match 嘅，唔啱嘅，唔啱 key 嘅，走啦，翻翻出嚟啦，同翻我啦。正喺咁讲嘅时候，佢话佢应该明噶，我啲仔女应该听得明我讲嘅说话嘅。点解佢哋个心里面十五十六嘅时候，唉，都系弊啊，见唔到提多。啊，好彩啊！我们从前做马其顿嘅时候，身体不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外有畏惧，但系安慰我嘅嗰个神咧，佢见俾我见翻提多啊！哦，原来我中间嗰旧经文，自己嘅心量度嗰句说话，哦，佢哋听得明啊，佢哋知道啊，佢哋懊悔啦。虽然我封信系重咗，落咗重药，但佢哋懊悔啊，肯翻嚟啊，好对待提多，提多话佢哋都 OK 啊。咁而家我开心啦，我放心啦，我仔女翻翻嚟我哋度啦，唔再跟嗰班人啦。如果唔跟咗班人嘅时候，我有个 job 俾佢哋做啊，我要佢哋啲钱啊。听日够唔够胆翻嚟啊？第八同埋第九章崇拜之后，食完嘢之后咧，就同大家讲第八、第九章。惊嘅唔好带荷包，系，因为我事必讲完之后咧，你需要对你嘅条，即系敢唔敢摸下你嘅荷包嘅，系，因为保罗第八、第九章咧不停要攞钱嘅，系，翻翻嚟嘅，有翻价值观嘅时候，有啲咩嘢，有啲咩显示得你嘅价值观更清晰嘅咧吓？有啲人话边度地方好食啊？咩啲鸡批好食啊？食下咪知咯，讲咁多做咩啊？系嘛？有边个话？我价值观唔同啊，我爱主啊，讲嚟做乜啫？攞荷包出嚟啦！中国人最实际，我觉得东方人都一样，犹太人一样。我哋请师母吓、